想问你哦，你觉得你自己是晕船体质吗？有一点点。我觉得那肯定是。我还好。看对象，如果那个对象是我的菜的话，我很快就晕了。可能他讲什么都晕讲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关心我吧。比如说我如果人不舒服，他就可能就会准备小东西，然后放到教室的抽屉里面之类的。没有，我就是比较感性的人，所以我就很容易。其实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你好像是说唱歌的时候吧？我觉得他唱歌很好听。你不要不要，太抱歉了。那是那个时候他年纪小不懂事，所以才会觉得我唱歌好听。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些，就是网络上大家觉得最晕的讯息，那有没有哪一个句话是让你中？这个什么？你好可爱，直接说你好可爱，很害羞。在干嘛吧？因为他感觉就是有在关心你。在干嘛？有网络上说在干嘛，就是我想你。我跟他讲你要可爱讲久啊，就会。他是说你我吗？你听到什么？我听到什么？你喜欢的我，你好可爱吧？还是没有？是你自己，你喜欢听到什么？我喜欢啊。Emotional damage。我喜欢我陪你，我忙完回来了。我喜欢在干嘛？因为就感觉他一忙完就想到我，然后他就会马上来找我。感觉就是他忙的时候，然后就会一直在想我。我平常都会忙很久这样。觉得这个好像是比较小孩才会有感觉，对我来讲这好像太年轻了。那我第一个感觉是觉得就是到家跟我讲，我会觉得这句话还蛮贴心的。我会关心。出去跟朋友喝酒，他也都会这样跟我讲。乖，想你，你好可爱，就真的有点太渣男，就是他可能到处都是，就是你乖，他可能是群发讯息，对，他在干嘛？我是比较问号，诈骗讯息很常一开始就是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就是我想你。